歌手很多时都会在自己的音乐会度邀请嘉宾助阵，而新加坡歌手林俊杰呢日在唱片铺举行音乐会，都请了一位很特别的嘉宾，专程由新加坡飞到去台湾支持。到底是哪个？自然是 JJ 的哥哥咯。JJ 哥哥还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，被 JJ 捉住在台上和他合唱啊。只是想让我知道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爱的情感。我哥也是比较少有机会来到台湾，然后我基本上我也是常住台湾，所以跟他见面的机会比较少，但是呢能够在自己工作的同时看到自己的家人，其实那种感觉是很开心很兴奋又很窝心的。所以呢今天也特别请他来一起唱了一首歌曲，这背对背拥抱，然后跟大家一起大合唱。因为我跟我哥以前也是一起在我国中的时候一起玩乐队的，玩乐团的，所以会回想到那时候我们一起玩摇滚的那种时代啊。虽然现在已经是一个人在打拼，可是有哥哥偶尔这样子加持，偶尔这样的鼓励，其实是非常非常鼓励到我，非常有很大的这个动力这样子。所以也我哥哥也唱得不错啊，所以今天我相信给大家也是有耳福。除了有哥哥到场支持之外，呢日仲有一大班 fans 嚟捧场。JJ 同 fans 们已经好似朋友咁亲密，所以佢对住 fans 都系无所不谈噶。我的歌迷大部分都还蛮对我蛮好的啦，所以他们也不会问我太尴尬的问题，或者比较让我很难有台阶下的一些问题。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跟歌迷的互动就像好朋友一样，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能回答的。其实真正如果不方便回答，我就说我不想回答，我就说不告诉你这样子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像朋友之间的这样那种感觉。我觉得也我觉得今天还蛮好的，因为大家大部分问的还是比如说关于我的音乐，关于我的工作，关于我生活方面的东西，都是大家一般都想知道的东西。